远景知法犯法实在太不应该，板桥分局去年年底破获了中介女大生卖淫的应招站，却发现了疑似是警方自家人集体涉案。除了在按摩店的现场发现有远景跟嫌犯在泡茶聊天之外，更发现了这主嫌办公室的房东其实就是自家的巡佐，而另外还有两名板桥分局的远景其实就住在这个店的隔壁，怀疑这整群人是集体接受招待违法包庇。现在检方漏夜侦讯之后，将三名远景收押，一人交保。是不是有些有些事哦？虽然远景低着头以外套遮脸一语不发，却因为涉嫌包庇应招集团还接受招待，遭到约谈。去年11月，板桥分局破获以按摩店媒介色情的应招集团，却赫然在现场发现远景正与嫌犯泡茶聊天。深入追查，更发现集团首脑租借自家巡佐的套房当作办公室，联络小姐马夫。而板桥分局的两名远景就住在隔壁，疑似集体染黄。发现我们有同仁啊，跟这个业者有过从甚密的情形，以这个泄密还有这个包庇业者的这个罪嫌啊，跟他移送到地检署去侦办。板桥分局大动作自清，强调主动侦办移送，但办案人员怀疑涉案远景长期接受主嫌性招待，不但对不法犯行视而不见，还一起吃喝玩乐。漏夜侦讯后，已将三名远景羁押，一人交保候传，难逃法网。